周末放假花点钱追求放松是再自然不过的事，当然大自然也是。你好，我是贺龙，我是一名植物按摩师。对，你没听错，喜剧怎么可能养得起生活？我平常可是有打工的。还有哪边需要加强吗？最近有熬夜齁，客人帮你上热食哦。虽然植物的个性很随和，不太会抱怨，但我的按摩流程绝对不马虎。客人一上门，不管买哪个方案，我都会赠送10分钟的足浴脚底按摩。如果客人有加购精油指压，用市面上常用的草本精油，对植物来说太残忍了，假装用动物油脂才是专业。植物按摩比人体按摩更深奥，毕竟植物的种类差异非常的大。客人，接下来帮你按压背部哦。客人这样力道 OK 吗？太大又太小，力道可以更……完了。贺龙，指定您的下一个客人来了，要不要安静去跟你爸呀？不用不用，我这边关好了，你不用进来。OK， 行了。很多人说植物按摩师客群很窄，不好赚。那是你不晓得，我还有其他赚外快的手段。谢谢。现在帮你做健康排毒哦。慢走，下次见。好香哦！我是贺龙，我是一名单口喜剧演员，同时也是一名植物按摩师。今天帮你做肩颈哦。啊！